我们呢是带了四个节目来，是代表德阳特色的。这次的演出呢是全世界很多个国家都来参与了，是很好的一个交流学习的机会。能够把我们这种民间传统文化推广推向全世界，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。在中国搞航空啊，四川绝对是强省啊，它的这个航空企业呀，包括航空配套的产业链啊，都特别全，有一些部件包括分系统啊，都跟咱们四川紧密的联系。这款飞机的这个大气系统啊，就是咱们四川的公司为我们提供的，性能非常优异。去年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效果，一年给我们增加大概800万左右的销量。今天有很多客商过来，国外的呀，日本的、韩国的、美国的，包括一些我不知道国家的。把这个五大洲的一个建筑呢，融入了这个五粮液的五谷为主体的一个元素，六个呢也寓意着五粮液呢是六度赴约我们的进博会，像和美之约、东方之约。四川的人才优势非常的明显，它的宜居环境，四川省的能源结构是以清洁能源为主的，这个其实对我们企业也是很大的吸引力，我们还是非常看好它的未来，所以公司在两个星期前会增加我们的投资的总额，把从1亿美金提升到9亿美金。